阿九，你快回去！阿九，阿九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阿九，你到底是谁？ 不是要禁卫上君，他是要化神，所有人都被他欺骗了。大泽山有危险，召集众仙，去大泽山。 不愧是大泽山的掌教啊，居然可以从半神的雷劫里挣脱出来！何方魔物，胆敢犯我大泽山？大泽山又如何？我想杀，便杀个干净。 带弟子们从结界里撤！师尊。
弟子不走，弟子不走，走！大泽山在，弟子在，弟子们誓死保卫大泽山，弟子誓死保卫大泽山。叶少殿下，此乃我大泽山之劫，与殿下无关，还请殿下速速离开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今日必须有人活着出去，将魔族卷土重来一事告知三界，早做防范。掌教，叶少殿下，在下还有一不情之请，请将我门下最年幼的弟子青衣带出去，为我大泽山留下最后一丝血脉。掌教，请你答应在下。师尊，师尊，弟子不走。师尊，青衣，大泽山就交给你了。师尊，在你手里，阿秋，若有一天你清醒过来，是否还会记得我？还是说，从始至终，你就是一个恶魔？终究是我作戏了你，
控制不了太久，带青衣走。阿九，走！我让你走。我的一半魔气还在红衣体内。武王红座，你们现在竟敢动我侄儿，将人还来！看来你们果然是里应外合，陷害大泽山的丧心病狂的妖孽，今日定要让你们问罪伏法！众仙齐阵！